我是中华民国流行创意舞蹈协会的秘书长邱蔚华阿修老师，请各位就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会直接用配对的方式，随机配对的方式帮各位队伍抽签。最强导师搭配到的是我们的陈晨老师，是我们的 All Star 陈晨老师。认识一下。对，我是陈晨老师，接下来你们的这个决赛的导师。对，然后稍微看过一下你们的影片，对，你们的舞还蛮好看的。谢谢。要哭了。对啊，所以才可以进到这个 final， 对，不容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RC B Boy， 还有修楼梯战队的 B Boy 陈晨。我擅长的舞风当然就是 breaking 啊！一开始收到这个 All Star 的那个影片，然后我一看，哇，是一个 hip hop 团体，然后就觉得，我真的可以带他们吗？他们会不会有点排斥 breaking 啊？或者是因为舞风的差异，然后会觉得没有办法融合？不过刚刚跟他们一起练习，就是一定要称赞他们一下。第一点是他们非常认真，那我们在一些细节上，然后跟一些他们。整个画面的处理也好，或者是技巧的这个叠加，我觉得都做得还不错，蛮开心的一个合作。我问一下，你如果可以用里面的话，就是里面比较舒服。谢谢老师。这边就舒服多了，比较舒服一点，大家可以更有感觉一点，对。大家好，我们叫 All Star， 然后呢，我们其实是由四间学校组在一起的团。对，那我们学校的话有清大，然后有玄奘大学，有中华大学，然后还有辅仁大学。对，然后我们团主要是跳 Hip Hop 这个舞风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晨晨老师的风格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我们很怕老师教我们会教得很辛苦。对，但是今天跟老师相处下来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好，因为老师给我们蛮多是给我们自信心的部分，就是让我们觉得在跳这支排舞其实压力没有那么大，反而是用玩的方式去叠出很多新的想法。可以从他们身上挖掘出一些东西，所以就是激发一下他们的潜能，他们原本可能不觉得自己可以做的东西，我就鼓励他们去尝试啊。然后刚刚真的有几个点改完之后，我觉得蛮炸的。我觉得他们很有热忱啊，对啊，很可爱。老师很帅。老师很帅。帅哥。对，跟那个节目上比又更帅。对，就是老师其实有想法都会直接跟我们讲，然后也一直鼓励我们。对，老师一直让我们去有更多新的 idea 去弄一支更好的排舞。对。我觉得这一次的赛制很特别，对啊，就有点打破以往的传统，对啊，然后加入了这个导师们最强导师的这个元素，我觉得就是更有可看性一点。Yo， what's up？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不是吧？有告诉你们一个事情，全国大专院校大。有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所有全国大专校院热舞大赛的参赛者们听好了，今天 All Star 来了，你们全部 All Star， 冠军在这里 ，OK， 冠军就拿冠军 ，OK。拭目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精彩赛事。
跌倒，看不到，看不出来，影片录不到。擦掉，擦掉。我们很棒，辛苦大家了。第三名的得奖队伍是 All Star， 恭喜 All Star！被老师颁发奖杯。老师，我们爱你。谢谢老师。嗯，谢谢。老师再去找你。要答应我们要来新竹玩。老师下次见面就吃饭。对，奖金分一半给你。